局长讲话，时时刻刻都有一种本领恐慌。我们要为战斗力负责，我们要为这个集体、为我们这个荣誉负责。 在新年开训之后，就加大了夜航训练的难度和强度，常态化开展后半夜拂晓的实战化训练，锻造全时待战、随时能战的空中铁拳。